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校园民歌曾经被认为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但也唱出了那个时代，一个禁锢的年代，年轻人单纯清纯的心灵。曾经有一位歌手写了多首的校园民歌脍炙人口，但是22年前乃论的旧忆点燃了人间烽火，触动了他，写下了南波的大金曲。9/11那一年天摇地裂，他的故乡东势也是台湾土地里面承受最多苦难的一块土地，他写下了日落龙安桥，写下他对这块土地的挚爱。现在我们就要请我们怀念的秋晨重出江湖，为我们献上南高大金秋公演落龙安桥。贵宾，早安。那九旬五点对台中坐车来，再坐5点的车坐到台北，拄啊8点，啊对车站到咱坐迄大巴13台啊，拄啊30分钟，真拄好。啊，今仔日一定是真好的机缘。甲遐侪好朋友，同真多老乡搁见面，真多真久无见面嘞。太铁同时吼，大地动以后吼，我拢伫当时做中间的工课，啊，起码咱主委、业主委嘛，定了去当时。即马第二条歌是讲，迄个地动以后吼，阮当时真侪人，即个要去雷山做工课吼。无法度阁对国关去啊！伊要对迄个玻璃啊，加2点钟的时间。啊，这是写一个讲，一个做农的，36岁吼。啊，因弟弟已经结婚啊。啊，因弟弟的太太嘛真好，会卖花，会做，会介同款做工课。所以人家介绍一个水查某，迄龙安桥就是国关落来20公里，啊，当时去10公里。要去新社的所在，讲龙安桥。你若去迄当时去国关10公里的所在，就是迄个龙安桥。我特别爱予
南洋听这条歌，因为一直活跳跳，伊嘛吼，伊一定唔捌听过较水的客家歌，多谢。